你一个人来，我来招待。我来看你了。眼睛怎么样？我还是能看得清的。我们需要你，你也需要这个技术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努力，但是我听不到。到此为止吧。只要有一点希望，就要尝试去找找看。他说了什么？他问问你谁？怎么说的？下雨的。不怕我们都死了？我相信你是个谨慎的人。下的，我要下去。我们下去。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要是控制不了情绪，我会让你永远留在这儿，谁都不会。如果是以前的我带队，他早就已经死了。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他不是个好人，但他是个好医生。我们得想办法绕过纳加斯，回到地宫。下次，我可能出不去了。